你问我，牙青了，那不快点笑容呀？我的确吼，好客伤多啦，啊，笑容呀，去红灌个酒醉呀。文书。见怪吧，文叔姑姑真情实话，文生要哪会见怪？当初文叔为了救阮妈，费了不少的苦心，如今文生又娶了好媳为妻，难怪文叔会为明小姐不平。酒后之言，明兄切莫动真呐。酒后奉请吐真言，文书的话，文仙句句记在心中，永不敢忘。文书。不捌人情世故的人是，文生侍奉文叔，那是天经地义之事。文叔，请莫提示。少爷，明亮道派人送贺礼来。少爷，这是阮老爷甲夫人明秀的送来贺礼，祝贺少爷甲王妃金色和平。变你好好，曹官家雷领信，是多谢少王爷。大风叫吧，
是了洪七花，当年写了断炮之书，我对不起明小姐，也对不起素姑娘。姐姐，你前两天拢问我，迄个红布下花的时阵，谁做水也无水。阿三就搁问，我也毋是捌看过伊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但帅气又袂记，迄个老艳娇，还做过恁小姑。小姐，小姐姐，你莫生气啊！你哦，这这也无外人啊，咱来讲算笑，那有啥物要紧呢？小姐，哎呦，你看你啦，还搁踮遐咧讲算笑。其实你心肝内吼，嘛是真痛苦啊。既然这甲无外人啊，你不妨就将你心肝内艰苦，拢坦白讲讲出来，也免等阿你，搁我伫咧拍拉凉啊。小姐姐，我的心肝吼，未痛苦啦。乌龙啊，你别辜负我，我没辜负你的。小花娇嫁人怨命，面带笑容为何情？怨恨本是红生命，怎奈心中有恩情？情缠偏放不了。
明秀姐已经到岗做证了，你总不能一世人拢无错啊。夫人，当初伊连兴拜托，华州爷到啊昆明地主证的，不是明丽君，乃是苏永顺。苏永顺，伊是何人呢？伊是苏大娘的查某囝，自幼甲明丽君斗阵到大。情同姊妹，所以甘心代价。那呢，明秀姐伊离家出走，至今音信全无，这是较好。派人送来给我的好礼。明是并非自尽的，但怪倒去不见明大人，伊送来强炮，讽刺你背信，本事也只怪你忘记。正式遗传，生传偏旁，这本来就是我的错。虽是太后乃姓传，皇上降旨难破的红鸾。本是为我，才是有人卖怨，不由阮开求援。就会使分这件代志发生了。不用呀，已经知影明小姐的气象。不，我唔知影。夫人，有一件代志，你是不是肯答应我的请求？哦呀，请随。我想，你想如何呢？我想暂时来住在书房的。为了对明小姐表示一点啊心意，希望夫人你能答应，让我等你三年。朋友这边真惊，本是要带老夫顶罪，这下想袂到会当全家互赦，而且会当甲你成亲。上天太好，已经太宽厚了。卖讲是三年，就是十年、八年，我拢愿意等。多谢夫人相传。大娘，你踮这个王府，阮住了会惯势的。住那真好，太君对我这么好，每天都食这么好，穿这好。而且，还佫有查某囡仔在吼，吓到我足惊，讲我唔知有迄个福气无。啊，若无，会即摆迄个事了。你若袂安尼讲咧，苏姑娘为阮王府家女婿，孝华伊后壁有积累奉养哩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对啦，咱来去听惠爷师父讲经。
你是安怎是？哼，迄苏大娘哦，是明丽君的女母娘娘。论真讲起来，伊甲我的身份嘛是同款呐。啊，是啊，乱伊会甲太君安尼带出带入，吼、哦，看到足解目个，实在是哦，下句袂论的少。大夫，病情如何哩？唉，全都忍耐是心病，因为烦恼所致，结果甚至，这款病服药嘛是无路用。哦，大夫，惊啥人人称赞你赛花朵，你千万爱设法救抓落去啊！林大人，你也是另请高人，学生实无能力的。哎呀，赛花朵束手无策，叫老夫要评价何人呢？林大人，有一人医术比学生搁较高明，也毋过出人赶去急诊，毋知是毋是天来。你讲伊什么人？那得去出人，伫京中无人不晓，无人不知。伊就是曾经医好太尉李相国。林大人，你讲？尊夫人得着重病啊！是啊。尊夫人哪会得病呢？全是为着小女平地君李相相。小女惊喜。繁忙百户出山，六日一日后出大病，下官应感大恩。哦，不敢当。明大人，你先回府，下官随后就到。谢礼丞相。情难分难舍，你的身边已经有花蕊作伴，咱两个有缘无分，这敢是前世注定？为爱拖磨，那是我的命。
事伤心，我也唔惊，卡事分开做阵。